有一个也是年纪轻。对，哦，好可爱。这个人说，糖果每次都说别人很好，可是他觉得，妈妈把年纪忙了，你忙的谁？谁？现场再爆震撼弹，糖果又会受到什么样？糖果被选为第五名的厨黄金掀起了第一波的战火，而他将在接受更犀利的指控啦。这个人说，糖果每次都说别人很好，可是他觉得糖果只是在装好人。谁啊？谁？好狠啊！要揪出来。而且他们感情好像私底下好像还不错。谁谁谁谁？提示提示，有邪精的年轻的15岁组的那边。哇！谁啊？15岁的举手。应该是汉娜吧。啊！汉娜，是你吗？他觉得你在装好人，好可怕，小孩子们。什么事情？因为昨天他说战争，平平其实很瘦，可是我并不觉得。真的承认他就是不瘦，但是他真的这几个月努力，他已经瘦了6-7公斤呢。真的，偏偏觉得真的，他瘦6-7公斤呢。对，前面还要比。我觉得真的是糖果才会把话说得很美好，他都会跟我说，哎，我同学都说你素颜好美哦，这素颜还是很漂亮啊。L B， 你也太心机了吧！冷不防在这个时候补上一句，是想趁机把爱讲场面话这头衔让给糖果是吧？糖果他自己调查局的，我来。分享一下，好不好？第四名，汉娜。哇，小孩们，你根本不写他们，你干嘛？每次问他话，都说不知道，但其实他是知道的。到底知道什么？你们那什么小孩的语言？要不要听他第一名？好，谁？第一名。哦 ，LB。你麦克风给红师，你们这一切好激励哦！这战争就在你隔壁而已。哎，你等于是眷村呐，隔了一村啊，你知道？上次练舞明明约4点，打电话问说到了没，说会迟到5分钟，结果来的时候已经5点了。哇塞！真的？这是我哪有证？根本就没有。红师都可以作证，哪有？哎，你这小孩子怎么这样？我第一个嫌你哈，我就乱讲，随便讲一个，然后就是都 OK 哈。你们先跟我讲这个，明明就假的，你乱背的。你们知道有这件事？我没有，没有，而且我还都跟，而且有没有老师？哎，红师有没有？是红玉米。说吧，他是有迟到一下，但没有那么久啦。对啊，还是有迟到。而且我们还就是练到很晚哎，我跟红师两个人。哇，不吐不快啊！现在第二名要不要？第二名，糖果的第二名。糖果第二名是桃子。他专攻姐姐哦，真的也中枪。他现在是专攻姐姐。常常说他很穷，但是都有在网拍上看到他，明明就很有钱。还研究人家这个糖果，其实这个是听那个阿松，就是又跑了。阿松你很厉害，烦呢，真的好难。对啊，下一个要切一个就对啦。没有，就是你上次的确去拍网拍还是外拍之类的嘛，对不对？就然后还不还米奇钱，有钱不还钱。就还给你喽。过了多久该领钱了吧？真是哇，朋友之间。等一下，我今天一定会还，好不好？不是因为那时候因为我周末是要去看牙齿，那如果我把那就等于说我全部通告费就是要看那牙齿啊。那如果我还他500，那我是一个礼拜就不能吃饭了呢。所以我就是这样啊。所以他今天还送我一包180的那个，就是给狗狗吃的零食。我真的不知道他穷在哪，而且他跟我说他穷，而且他买了9包，他买了9包要1000多块吧？哇，还这么有钱？没有，就买3送3宠物展啊，然后想说给他跟佑佑啊，买三送三很划算。第三名拼拼。
说要减肥，每次出去玩都点超多东西的。有一次看到他，一次叫两碗牛肉面。你刚说他变瘦，现在又说他有一个新的减肥妙招，就是他说，就是他如果现在瘦两公斤，然后他就吃，然后再胖回就是那个比原来的重，然后他再一次减回去。那是他哎，他觉得这样子缓冲可以，就是更有缓冲的那个力量。对，重点糖果，你刚刚讲的跟现在讲的不一样呀。减肥是事实啊！他是第五名拿糖果，好，第四名的，我们来看一下 B C 啊。有没有这件事情？哇，好多件哦！我要讲第一个啦，第一个是你吧？干嘛指认呢？没有啊，那是我之前有男朋友的时候啊。那你现在还是会？我现在没有，我现在哪有人来接？我都坐捷运耶。那还有去小巨蛋这件事情？小巨蛋练舞的时候，那是谁啊？我觉得是。啊，就干嘛自爆？那不是我讲的，可是我记得那件事情。小巨蛋你还记得吗？有一次好像是第一次练习，就我知道你竟然穿低胸的，然后还穿马靴蓝。没有，不是因为前一天我好像是吗？然后呢？因为前一天就是你没回家。对。我去哪里啊？对啊，是不是？好，那刚瑶瑶还讲，刚刚一出来 LB 第四名的时候，瑶瑶说啊，才第四名哦。我以为他更……我刚也觉得好险哎，早出来是第一名的哎。所以刚小巨蛋的蚊子你在名单上面好像也是讲这个，就有记得这件事情。嗯，对啊，就不知道是睡过头了还是那个。你不喜欢骗那种练舞的时候，你应该是战战兢兢的，对不对？对。你不能让有人迟到，这样迟到一点点是还好，可是你不能迟到太久，而且来的时候还奇装异服的。什么奇装异服？奇装叫奇装异服？对，有一点，因为那时候小巨蛋是要翻来翻去的，可是你穿太露的话会对自己不保险，我哪知道要翻来翻去，这还没练过谁知道啊？他说你是奇装异服，小朋友穿的很，还有。他说整天说 no man like her， 但明明就一大堆男人爱他，就是要宣告他单身，让大家都有机会。真的？对。到底谁爱我了？到底有谁？他实际说错了嘞！我拍的，我通常人打给你呀。他的行为很容易让人家误会。怎么样？我上次就是看到他竟然跟那个。就是反正就一个男生在边这样子，他这样子抱在他身上，你知道吗？他整个胸部这样压他背上，太猛了吧！这个人，你说说看，顾小伟啊，拜托，我跟他熟到爆，熟到爆啊！你知道那个感觉，他觉得这女生怎么这样子的？对啊，而且他是说他拍照，有时候来拍个照，然后他穿低胸，他说好，然后就这样。